大家好，我是吴亦凡，很荣幸受到成龙大哥的邀请来到成龙影视传媒学院来做这个表演系的客座老师。我跟你们一样呢，也有着表演的梦想，希望有一天能跟你们见面，跟你们交流我的一些经验，跟你们分享。然后呢，谢谢大家，也希望你们能够继续努力加油。